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位于 UBC 校园内的非常安静的联排别墅的小区。我们要去看的呢是一个大户型，它是四房四卫并排双车库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一个边角户单位，只有一户邻居，它特别适合 UBC 的教授以及学霸居住。如果是学渣的话，买了这房子没多久就会变成学霸。哎，来了哥。哎，来了，请进。哎，好，今天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位于 UBC 的联排别墅，感觉怎么样？这看起来就是大呀，是不是？像不像独立屋？我们这还有高挑呢。对，这个空间是多高？这个空间应该是12尺吧。12尺，哦，上面有个天窗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主层这边有一个办公室，可以做卧室，完全可以啊。然后呢，我让您看一下您。这边有个阳台，然后呢您再往后边，你看我们这个 townhouse 的挑高，见过多少 townhouse 有挑高的？这个是多高？这个应该是16尺，我要记。16尺，对啊，对。然后我们这个，这是我们的客厅哈，您看这边还带一个小院儿啊，停车坐爱枫林晚是吧？霜月红于二月花。哎，对。你看我们的厨房哈，是不是感觉特别嘎嘎新？屋主18年做过装修，换过台面啊，然后呢，他这个电器都换了，燃气的，然后他这个牌子是 Fisher Paykel， 我特别喜欢他这种双层的洗碗机，啊，两个洗碗机，哎，这特别好啊。然后因为我们是边户嘛，我们这个有窗户，侧面都有窗户的啊。走，我带你去楼上看看。然后这就是边户的好处，这一个大窗户。可惜今天天气不好，看起来应该是非常明亮的。没错，你看我这个挑高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呢是它的，哎，楼上呢这两个卧室全是这个套间，你看这是一个，这个，卧室是不是特别大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全卫，你看这个。然后这个是10尺高的，这边还有个天窗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了，看空间也是非常大。哇，主卧这边也是非常高啊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有多高？这个是14尺。14尺，哇！你看这边还有一个，二楼也有个小的一个阳台。我们的小区特别安静。嗯，漂亮。这是我们主卧的双面盆的卫生间，这个也是后装修过的。对，没错，屋主当年买了之后就全部的装修了，他住在这住了10年了啊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地下室。看地下室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室，您看一眼车库，双车库，特别方便啊，买完菜回来直接进屋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全卫。啊，地下室的全卫，地下室全卫，然后这边就是地下室的这个活动空间哈，家庭活动，然后地下室这边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，你看床，然后房间也不错，那边还有个窗户。对，地下室这个地方可以再做一个卧室出来，需要的话这边再隔一下，对，绝对够。那这房子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哎，我们的房子最大特点，它在 UBC 啊，这个上学非常方便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是个大户型，你看，一般您可以有4个卧室啊，甚至要隔一个可以有5个卧室，所以能满足您这个这个人口多的需求。然后我们又是个边户，啊，所以还有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风水好。那这房子这么好，这屋主为什么要卖啊？屋主这几年非常成功，住在这儿，所以说换独立屋了。啊，我感觉这个房子如果是学渣住进来的话都能变学霸。肯定的。